他叫九点一刻操吗？不用难做啊，一百。他已经很不简单了。我第一天刚做的时候就做了50，就慢慢慢慢加。对，他肌肉嘛。嗯。虽然接下来大爷外面有个头笑眯眯的。快点行吗？43、44，快点当然更好了。不行，快的达不到效果，快的达不到效果。快的不算。你只要轻的那个地方就有效果。对啊，快的达不到效果，嗯。对嘛，这时间利用起来锻炼锻炼。对啊。时间就是锻炼的嘛，这个不上班就把这书一个。我想得把脚并好了。把脚并好了有呢。80。还并呢。